以下呢，我就要介绍一个治疗梅核气、慢性喉炎嘅药方俾大家。材料包括苏叶、三钱、干姜、三钱、干姜三钱、南北杏一两、华山一两、竹芋一两、南枣五粒，同埋一块瘦肉，12碗水煲水2个钟头就可以噶啦。呢、这个药方系适合寒底人士食用嘅。